婚事倒数计时中，这准周嫂也爱得越来越大方了。她在自己的 Instagram 上秀出照片，照片中疑似是她和周董手铐手在晒恩爱。有网友看了，眼睁的发现两个人有着非常雷同的痣，但也有网友直说周董毛很多。不过眼看两人的欧洲古堡婚礼就要到来了，这感情也是越发大方。小编就期待小两口日后的好消息了。优酷全娱乐天王毛真茂密台北报道。